翻嚟各位观众，而家顺住行去廿几，而家喺边度咧？而家八啫喎，跟住行到咁上下落楼啊！总之揾到地方落楼啊，落楼啦！啲厕所地方。剛才說過，我第一次見浴缸就是1960幾年在東盧大廈，我親戚家就有個這樣的浴缸。現在的人呢，又古老當時興整過這些古老浴缸。喂，沖完涼仲要攞個地拖咧，拖個浴缸個底啊，驚唔覺意啲水射入去，真係有乜好啊？但係古老當時興咁嘅，我真係唔同啊！哦，原來行翻轉頭啦，去翻餐館，餐館有樓梯落去嘅，我而家記得啦。呢度咧就係嗰個廚房部啊，廚房部啊，你落 order 嘅呢度落，執齊曬，即係點齊曬啲嘢啦，之後科水啊，就唔喺呢度出貨嘅，就翻去 North York Victoria Park 嗰度 Gordon Baker Road 啊，嗰度先係貨倉嚟啊。在那裡攞嘢，我在那裡提貨台提過不少次，因為跟觀眾說賣啲樓舊樓裝修去炒，整了好幾間，有些時候呢就Warner Home Depot 都賣廚櫃，有時呢就在這裡賣廚櫃，看看當時的環境啊、價錢啊是怎樣。咁都唔係話啊，睇價錢睇得最緊嘅，因為自己都住翻一年半載先搬啫嘛，咁起碼自如先啦，係咪？哇，試下呢樣試下嗰樣都幾過癮嘅，其實唔錯。現在咖啡部啦，那些杯啊，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得賣啊。剛才那些杯是 IKEA 杯，但如果這裡又賣回上面那些杯，就很混亂，然後洗兩洗又拿一杯上去喝，我不知道吃，不知道這樣說而已。剛才見一條鬼佬呢，直接拿個暖水壺去斟咖啡而已，自己人一樣，真係冇得頂。係啊，呢只杯嚟噶，頭先上面就呢只杯啊。影俾大家睇啦。啊，即係，哦，啊呢只又大咗少少。不去鬼理你咩？你呢個執只杯上去洗兩洗。可能飲咗又劈低呢度，唉，好撈舊啊！呢個世界啊，哇，好多貪心鬼啊，好麻煩。所以中東佬，你話佢殘忍又得，話佢真係嚴刑峻法又得，喂，你真係唔敢偷咖啡喎。我個同學同我講，佢話喺中東啊，啲人啊金銀珠寶啊首飾啊擺喺地攤喺度賣，冇人偷冇人搶。喂，大佬，佢話喺市集嗰度直頭擺個閘喺度啊，哦，搶嘢啊，偷嘢啊！拎出去喺街度即時斬首，
唔係斬頭啊，將隻手插咗佢，非常殘忍啊！但係真係防盜啊！啊，唔知啊！嗱，呢啲燈咪好啦，呢啲換到燈膽嘅，千祈唔好買啲換唔到燈膽嘅。哇，啲 LED 喎，自己整個走馬程式喎，啊，轉 pattern。咦，我都去考慮下自己設計過咁嘅嘢喎。好多種 pattern。唔同 pattern 啊，其實唔需要搞呢啲，整部電腦啦，將個 mon 寫個 program 啊 ，flip 幾張相咪得咯，不停咁轉相，呢嚿嘢都慳翻。有好多燈膽，我喺嗰邊睇先。因為有個阿叔喺嗰度，又唔想阻住嗰個阿叔。呢啲 vintage 啊，我索性著曬去幫佢。我係一個衰人，破壞狂，著曬去。着晒去，大家有得睇啦，系咪？冇交嗌，两个九毫九一只，哇！呢个咁犀利嘅，399一对，$5一对，5.99一对，这个$6。哇！呢只好白喎、啊，哇！呢、這個好型啊，呢個燈絲好靚啊，呢個仿古啊，所以仿古你要付出仿古嘅代價，$24.99，呢只又係仿古，呢只都係仿古，呢只$4.99，呢只仿古，不過呢只紐紋啦，就係佢嗰個紐紋真係紐紋啊。哇！呢只仿古啊，冇乜可好睇噶咯喎，呢啲好平庸啊，唔睇。哇！有對肉腿俾大家睇睇。佢而家興啲歐洲頭喎 ，USB C3 喎，而家最新 iPhone 15都用同歐洲接合喎。如果15嗰啲咧，你揾個師傅同你焊翻個舊嘅頭嚟咪得咯，即係焊翻個舊嘅 socket 啊，咁啊唔使換咯，簡單。好，而家要走人，跟大仔走，28。哇！呢、這個犀利啊！這個反潮流，七蚊雞又交易，人加價去減價，犀利。